75岁的换照安全甲舒适改造，家己监理所结合着培训合格的陆老师，主动出击，对一帮可能年纪过分去，亲自到偏乡社区含点滴来关怀指点，针对着引发族的长者进行着沟通安全的教育宣导。 嘉义区监理所28号举办一百零6年跨机关高龄者交通安全宣导团成果会，当场感应为加强机车驾驶安全观念，透过机车安全驾驶学习游戏操作，甲 VR 虚拟危险情境体验，来予年轻的机车驾驶看见安全。这次的会场有布置大型的投影幕，甲专人解说，予与会贵宾深入机境的观看游戏操作，甲危险。 情境体验真行，就是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一些视觉盲点。那么现在有很多电动车哦，电动车它是没有声音的，声音应该是接近静态的状况，所以没有感受到后面有车辆来。所以我们在骑机车或骑脚踏车，尤其年纪大的哈、哦，反应比较迟钝一点啊、哦，没有那么灵敏。就算很灵敏，但是也必须要知道这个大型车啊，它有视觉盲点。 啊、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转弯的时候特别危险。有很多的轿车在转弯的时候忘了打方向灯，或者方向灯坏掉，或者说、啊、他没有这个习惯，因为很早以前考过的驾照，没有打方向灯就扣2分。现在虽然扣3、12分了，但是有些是早期考过的驾照，所以这些人呢、啊，往往在临时之间或者紧急之间没有建立这种打方向灯跟看照后镜的习惯。 不管机车跟汽车都是一样，所以带来危险。总共办理60场的宣导工作活动，听讲人数达到1960人次。监理所办法感谢政府参与宣导的罗老师，感谢因为高龄长者交通安全的付出甲贡献。宣导团罗老师现场示范，动动脑，手指操，甜甜圈，快乐安全行，更好，为因发作交通安全做上好的示范甲性格。《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